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道心魔幻》，我是鬼龙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魔术，用到了一根绳子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把绳子绕在这边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绕脖子一圈啊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为了增加难度，我还要打一个结在这里，能看到吗？仔细看，接下来穿越线上 ，1、2、3，可以看到。绳子穿越我的脖子，而且绳结还在这里，非常棒的一个魔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了，来到我们教学环节。首先呢，一根绳子，普通的绳子啊，或者呢是像绳子的一个条状物，都是可以表演的。好，开始我们搭在我们的头上。第二呢，有一个注意的细节，这边啊要比这边要长一点点。可以看到吗？接下来交叉手，然后呢把我们右手这边往这边移，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一个圈圈，对不对？由左手我们绕一圈回到我们的头上。好，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后面呢会有一个活结。好，只要我用力拉这个绳子呢，就会从我们的脖子穿过去。当然为了增加这个效果呢，我们可以在前面再打一个结啊，其实打十个结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好，什么也不用想，往前面用力一拉，会发现呢，它会穿越我们的脖子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魔术。好，最后绳子在这边，能看到吗 ？1、2，这期呢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魔术。学会了记得关注点赞，再见。